闭上眼睛，你会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变得越来越沉。接下来，你会进入一个失重的状态。三，每个案发现场，每一个受害者都是被催眠过的。二，通州市公安局心理顾问陆红。查出两名受害者被催眠的原因要多久？这就是我的游戏规则。我只告诉该死的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冲着催眠师。你看到的就是真相吗？真相是可以被隐藏的。我绝对不会让他们阻止我的。你疯了！接下来我会给你做一次深度的催眠。深呼吸。你看到了什么？